你之前不是失忆了吗？怎么又想起你爹的话了？其实。怎么了？腿跪疼了吗？嗯，不过妾身可以自己走。这池子专治不舒服，你多泡一会儿，天亮前不许上来。天亮，暴君吕敖，哼！走。是，哎，那丑娘娘呢？这碗姜汤，当心得风寒。嗯，娘娘真棒！要从前让您喝这个呀，可费劲了，得给许多糖。还得哄好几个时辰呢，而且喝完了还哭，侯爷听您哭的心都碎了。侯爷对我很好。嗯，虽然您从前什么都不懂，可是侯爷依旧很宠爱您。您出嫁的时候，元桥还是第一次看见侯爷哭呢。有人疼真好。师父，要是您还活着就好。娘娘，怎么，娘娘您是想家了吗？嗯，想家，但是回不去了。这有君上，这也是您的家呀。吕敖，嘘，您怎么又直呼君上名讳啊？小气巴拉的男人。啊切！哎呀，我昨晚不过就占了他一点便宜。他就把我扔进水池子里泡了一晚上，便宜。娘娘，您对君上做了什么？你小丫头片子，你了解那么多干嘛呀？我要睡了，你出去吧。不说就不说，你也小气。要不是为了查清你跟血玉的关系，谁愿意接近你啊？要说妾身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太过喜欢君上您了。咦，米七七，米七七，你怎么能扯出这种鬼话呢？青离，你可真是够胆的。君上，您这份公文都看了一个时辰了。
你不是失忆了吗？怎么还记得你爹说的话了？哦，其实最近有想起来一点点。看来他的记忆正在恢复。每次都能投中啊！哎呦，运气好吧？运气。这么简单的游戏，我闭着眼睛都能赢。娘娘，那您这话可说大了。就是。那今天就让你们开开眼。我。娘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定点投掷嘛，在我们那儿是像挂在树枝上的网兜里投果子，异曲同工。咱们在边塞玩过投果子？哎呀，不解释，反正我就是练过的。练过？那这不公平。就是啊。哎呦，娘娘，你就别玩这游戏了。就是。凭什么不让我玩啊？那您就也贴几张。哎，你们敢笑我？给我弄开！站住！怎么了？站住！嘿嘿！奴婢脸秋，奴婢福东。他们两个是林王妃身边的，哦，我们主子，请您一句。林王妃，我想起来了，上回那丽夫人也要我去林王妃那儿。哎呀，千万别去，林王妃特别喜欢君上，君上又对你那么好，林王妃一定会吃醋的。那他吃他的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到时候我怕他为难你啊，林王妃脾气不好，万一发起脾气来，可是谁都拦不住的。哦，他们这么嚣张，君上不管？哎呀，君上一点都不喜欢他，哪有时间管他？听说林王妃的性格是因为林老夫人才会被宠成这样的。实在抱歉，我们娘娘身体抱恙。就不去了。抱恙？我哪儿抱恙了？哼，身体抱恙。奴婢看丑娘娘气色很好啊。哎呦，林秋啊，我头疼。哎，娘娘，哎，娘娘，你们怎么了？娘娘啊，哎呀，好啊，头好疼。哎，你们快来人啊，快把娘娘扶回屋里休息。来了，娘娘。哦，好疼！我们娘娘从云亭池回来后就着了凉，上午还在外面晒了太阳，才陪奴婢们玩了一会儿。对对对。哎呦，阿蛮阿恒，快快快！我不行了，快扶我上床休息。快！哎呦！巧了，我们王妃娘娘的邀约对象总好生病，这不，娘娘叫奴婢们带着灵衣冠一起来。他就等在大门外。哎呦，天哪，我不行了，头好疼啊。林医官是府里最好的女医，她医术精湛，定能帮您迅速恢复。小便医穴位扎上40针，保证娘娘去除寒气。40针？娘娘放心，若效果不够，臣再送您20针。你要把我们娘娘扎成筛子？痛是痛了点，为了治病嘛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我去还不行吗？妹妹可真是难请啊，恭候多时了。你就是林王妃？
听闻妹妹没了记忆和胎记，却恢复了智力，今日一见果真如此。妹妹现在这容貌，仔细收拾一下还算入眼，就是本院看着有点不习惯。本院对妹妹的印象还停留在不久之前，那时候妹妹还是一个浑身臭泥的小傻子呢。看样子这几个就是之前欺负丑青离的人了。哎呀，这从前的事儿啊，我确实不记得了。不过啊，听府里的人讲，我在落水之前和你有过照面，好像还把你的裙子给点着了，害得你当众打滚灭火。你，牙尖嘴利，说吧，何时邀约？这不是很明显吗？约你赛马喽。赛马？我们娘娘她不会骑马的。不比也成，以后每天来本院院里请安。娘娘。二位娘娘，请做好准备。我不用鞭子。丑娘娘，您确定？继续吧。妹妹还真是艺高人胆大呀。福东，你皮痒痒了是不是？敢质疑主子？福东不敢，请二位娘娘做好准备。3、2、1，开始。说妾身最大的错误，就是太过喜欢君上您了。君上，不好了！君上，君上，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这个时候不要来打扰姑。君上，这次真的不好了，林王妃在龙仙殿上闹着要见您呢。这算什么急事？不见。哎呦，这一次您还是见见吧。
点吃，娘娘，别噎着了。我饿了，吃了太多橘子了。娘娘，您刚才真是吓死连翘了。您明明不会骑马，还非要跟那个灵王妃比。这个灵王妃也真是的，最后她分明是想害死您。哎，不过害人不成，反害己，爽吧？爽，我也爽。哼，就这点段位还想害我？嗯，不过从小到大，只有一个人成功害过我。师姐，我不相信你练黑巫术。当然了，亲爱的七七师妹，我是被冤枉的。黑巫术该怎么用啊？是这样吗？师父，你就放心吧，徒儿一定会替你接管好巫族。七七啊！谁啊？说了你也不知道。师姐，你应该当上掌门了吧？那个丑精灵不知道使了什么邪术，居然让那匹马把臣妾害成这样。奴婢们都看见了，就是丑娘娘的马匹伤了王妃娘娘。君上，他这是想置臣妾于死地呀、啊！从前他就是装疯卖傻，现在恢复正常了，又制造什么天女舆论？依臣妾看，他分明就是被妖女附体。君上，他心术不正，你可千万不要被他蛊惑了呀！成何体统？赛马是你提出来的，马匹也是你的。如果今日受伤来这里告状的是丑妃，孤反倒会相信他。君上，您这是何意呀？现在受伤的可是臣妾呀。丑妃，这里有急，大病初愈，你就不该在这个时候约他做这么危险的事情。您是在关心他？此事原本就是你的不对，孤看你有伤在身，不治你的罪。搀王妃回去。是，君上，君上，娘娘。君上，您真是明察秋毫啊！不过怕是林王妃更恨丑娘娘了。还不够。啊？传孤谕令，明天去染溪院。娘娘，娘娘，您快去看呀！娘娘，哎呀，您，娘娘，您快出去看呀！哎，快走吧，啊，走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贵重的很，慢慢，慢点，慢点。哎呦呦呦呦呦！小印子，哎呦，这是干嘛？恭喜娘娘，贺喜娘娘，这些啊都是君上赏给你的。赏我的？假传玉令可是。我看吕瑶是发病了，难道他真的爱上我了？
我娘娘，你看，你觉不觉得我头上好像少了点什么？好像是少点什么。嗯，我有点秃啊。娘娘别气，君上不过赏了他一些小玩意儿。就是，咱们院里的东西比他多得多，多有什么用？又不是君上赏的。啊，殿下，您在等谁吗？没有，奴才发觉最近殿下常来这里。整个王府，也就这儿，显得不那么憋闷。殿下，咱们还是走吧，回到那山水之间，岂不比待在这儿痛快些？出去久了，身子不累，心却累了。怎么我就画不好看？还是做娃娃容易？怎么样，君上答应见我了吗？小英子说，君上不准你靠近他五丈之内。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跟他一点都不一样。娘娘，下雨了，咱们快回屋吧。我出去一趟。娘娘，您去哪？别跟着我。您拿把伞呀。果然有，熬好了，好了，按照娘娘说的，加了药草和您新采来的蘑菇。你们谁要替我尝一尝？不了不了，奴婢来。正好，正好奴婢饿了。小心烫。什么味道？味道很奇特，不过还挺好吃的。是吗是吗？那连翘也要喝。一个人吃就够了。
这吕敖倒是个好王爷。我是谁啊？你是赵经理。错，我是小印子。你是小印子。对，对，就这么记。就这么记。让你凶，让你把我泡在水里。现在再找找看。喂，放手啊！啊，真是的，中了迷药劲儿还这么大。哎，参见纪王殿下。免了。啊，哎，奴才给您通报吧。不用了。
高士为年来破厮杀，引出发簪赠君别牵挂。缘来缘去啊，咫尺遍天涯，我不能挥别辜负了。哎，殿下，殿下，殿下您喝多了，咱回去吧。不回，本王就要待在这里。必定心意无力，不问爱情，只愿与伤心无力，与你朝朝暮暮相依。我手不巧，唯独这做娃娃是我从小学到大的，你看他跟你像不像？殿下，真好玩。